一起来做默想祷告。我父啊，您赐福于我们，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当食用的粮食。在今天，求我父使我们吃上帝的话语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从而得到应许，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上帝是活着的。这时候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，使我们领受应许。我父啊，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爱了您，您就使我们得到上帝的爱。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，这时候疾病得到医治，家人的疾病也能得到医治。在今天，求主使我们领受这样好的应许。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们财富的祝福，使钱财充满我们的富库。这上帝的爱正是诫命，诫命就是信心。主啊，在今天，求主使我们领受这信心，使我们得到应许，使我们所有的人唱赞美诗来称颂上帝，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来的时候内心都很痛苦煎熬，求主使我们获得释放，得到自由。我父啊，您赐予我们如此庞大的宝贵的奥秘，使我们都做基督的仆人，来实现人类的和平。我父啊，我们每个家庭，我们每个心灵，有罪恶的时候都有魔鬼附着，唯独圣灵赶走一切。